大家好，这里是向向当当。前几天一个阿姨还有一个姐给俺邮了东西，我现在去拿过来。爱就像蓝天白云晴空万里，突然暴风雨不出躲避，总是让人始料不及。人就像患重感冒，打着喷嚏发烧要休息，冷热调剂欢喜忧郁乐此不疲。这是个钱吗？这么大点啥都有。小自行车啥滑板车啥东西了，应该是。你看这儿还有个螺丝嘞。给他戴个帽儿。自行车。哈哈。谁给他弄的钱呢？哎呦。还组装的嘞。自行车嘛。那不就两个轱辘一个把。自行车，是那种。赛车的那不也是自行车吗？赛车咋会有灯啊？这根本不用灯，这没有灯的地方，这俩桌这咋弄呀？那就滑动起来。咋滑？你试试。咋滑地上了？给地上滑动起来。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我骗你们呀！就是没有地儿，小孩就没有地儿啊。学步车那会儿啊？就是骑着玩的那种，感觉给地上滑动那种。这装也好装，十块钱一杆。石头圆吗？嗯。今天就知道。真简单的。这样才翻的吧？这样是正的。那样是这样，这样就对了。不对，这刚才呢？把手往里了呀，你这样。我靠！我看这这画了印儿，这板也不好看。这能这样画？就这样画着，要是戴这个轱辘还可以骑。画着我怎么骑？我看你小孩骑的都行。再过来，再过来。去吧。这俺那边没有。那俺不对吧？还好有东西在吗？那东西都没有安上。还搁这了，应该东西没有安上了还。咱工厂查查了，不对，还好有东西呢。哎呦，还得扒出来。Hey now, could we stop the world tonight? Just wanna lay.Your body close to mine. All I wanna hear you say. 就打了，这个就亮灯，就画着。哈哈。戴个镯子还是得劲儿。应该说了这个有夹心儿。海苔，海苔，不要说那么俗。哦，夹心海苔，这海米都是哪儿的？这人家邮过来的，这山东。人家特产的，那这是像虾米，嗯，是吧？小虾米，小虾米，对，这是黄玉酥，这是干的吧？啊，这等二煮回来吧，这还有给二煮完了。大黄蜂，哎呦，北边真是，哎呀，这啥东西？机器人儿，这是机器人儿，都不知道拆啥厂，咱俩就出来再看吧。给他个惊喜。把嘴系上，他不该玩了。咱也替他玩。玩的，刚才前两盒一模一样。让咱杨红色不是搁这弄了半个小时都没有弄好，让恩惠拿了一个不是，让咱们哥弄了弄一两个小时都没有平衡。这小孩玩的，大人还玩不好了。这是让小孩玩的还是让大人玩的？可复杂。这搁前面呢，这玩意儿，那我猜恩惠能骑住吗？哎呀，要放下。那屋里边走，走吧。下来吧。